命，对吧？新皮带，然后一两万的换一下吧。你用原厂的，原厂的。这个灯，你用原厂的，你要从上面找。没有。好 ，OK。哎，一样吗？一样的，反正原厂的，板东啊。不要拍吧，装进去而已。就是要拍你装不进去。这个很硬啊，嘎的。这样，这是真的很硬，这真的很硬。所以说，建议你们还是不要改 S Max， 不然的话，手会坏掉的哟。很厉害，我现在右手手腕。有网友都说，有一个大哥，你拆不下来的工具，他就是压一下，咔就帮你打开了。这样，不是专业，你比较专业。我是极度不专业，啊，你是不专业，我不是专业，不行啊，今天手腕真的不太行，前几天也受伤。那你帮我往下拉，好，我们。千辛万苦才把这个皮带稍微压进去一点，来，等一下，挑下一点。你在等哪？等里面，你怎么去的？啊，那边怎么会那么难装？要吓我的？哦，哦，放了。好，放了。先不要放，先把碗勾上去。先把那个飞工业板放上去。那个帮我拆一下。站。那工业，那你手要先捏着，然后螺螺丝先系上去。对，然后螺丝。我手不用捏了吗？我觉得我手不用捏了。不然它那个皮带那边会卡在中间，锁不住。照来说的，如果你放开的话，要稍微有点空隙这边。好，然后这边我先装垫片，先装垫片，然后上螺母。挡的特工先放上去啊！好，这个，到原厂的那个点。好，有到了。OK， 你刚好，你看原厂的。我抢哦，谢谢长。完工。好 ，OK。就这样插上去就可以啦。尊敬看一下。哦，好的哟。好，垫片。然后螺母，对，要帮我扶一下，因为这个螺丝蛮浅的。到了。
要装回去的话，要把这个垫片啊，也买一个新的装回去，要不然会脏东西会跑进去的。这个垫片在存放的话，要平放，不能折到，折到会断掉。这被我爸骂，小时候。我们两个磨机哦。嗯。两面都要磨。对啊。啊，很麻烦哦。要不然磨一面就好了。磨一半。现在还在录吗？对啊，好，我们到时候再剪掉就好。这个棒的垫片跟 J 波波是同样的，同一个料号，所以是通用的。锁出去，然后把垫片压平，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。中间，然后对角锁往外锁出去，这样。这个中柱的挡片呢、啊，装回去，比如说中柱敲下去很大声，因为这个装，下面这两颗而已，哦，下面那两颗，对，我下两颗。真的很辛苦。
可以转上来，是吗？可以这样子。OK。真的好了吗？还有什么？还笑我？好，发动一下。啊，好多垃圾哦！靠。好，等一下来收拾残局。这个还有。